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今天是我第一次上高速，第一次开车回老家，现在已经跑了50公里了，现在我们在服务区这里休息一下。现在跑了110公里，用了一个半小时，现在我们在服务区休息一下，去赶路，还有90公里就到家了。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，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经过3个半小时终于到家了。我睁开双眼，想你在身边，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，这就是我家。奶奶高兴啊！啊，是不是这里不一样了啊？